想起来时候，那时候状况真的不是很好，因为很多人想要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跟他分手等等等 blah blah blah。 但是你问我后不后悔分手金刚，我仍然是不后悔，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如果我那时候贪图金刚对我的好，贪图这些疼爱或是一些好的感受的话，那我岂不是辜负了一个这么好的人，因为他也是很用心的跟我在一起。这个网友说觉得不适合结婚但舍不得分手，我自己觉得那你跟你另外一半要有相同的默契，比方说你们两个都不结婚，或是说你们两个都知道说彼此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不想要结婚但对方很想要结婚，那你不就是在耽误别人的时间。所以呢，像我自己本身目前没有要结婚的打算，就是我是以不结婚为前提交往，我都会在交往前就先跟对方讲，要不然我会觉得压力很大。不然就是你也可以享受谈恋爱的感觉，因为谈恋爱跟结婚其实是两件事情。我觉得只要步入婚姻，那就是人生的另一个课题，但是谈恋爱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很爽很洒脱的去做。这是我的回答。第二题问说后不后悔分手金刚。其实我刚刚跟金刚分手的时候，那时候状况真的不是很好，因为很多人想要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跟他分手等等等 blah blah blah， 然后一堆媒体啊，然后什么的就是被传得乱七八糟。但是你问我后不后悔分手金刚，我仍然是不后悔。为什么呢？其实金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男人，更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或是男朋友。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我不会后悔跟他分手。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下他很想要结婚，他对未来有些打算，那我一开始其实是觉得说 maybe 我可以试看看。我后来仔细的想了一下，他真的是我以后要的人吗？虽然我是一个感性的动物，但我很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结婚不是儿戏，那我没有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想一想我自己的状况，我觉得我现阶段还不适合结婚，因为我还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未完成。我现阶段我也不适合怀孕生小孩。如果我那时候贪图金刚对我的好，贪图这些疼爱或是一些好的感受的话，那我岂不是辜负了一个这么好的人，因为他也是很用心的跟我在一起。但是因为感情的目的性跟我要的不一样，那我就是直接跟人家说我的最心里面的感受，就是我没有办法结婚，我现在也不想要生小孩。后来就是我们也是很理性的坐在餐桌前面聊了很久，那我们就决定分开。所以这个网友问说我会不会后悔分手金刚，我反而不会，而我是很感谢他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也是可以被另一半这么好的对待跟保护的这么好。所以其实我还蛮谢谢他的，虽然分手那时候一开始是有点分得没有这么好，不过因为一些时间的沉淀，现在我对他的看法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再来，怎么提分手？分手真的是一门艺术，分手分得好，往后没烦恼。我的感情里面好像都是我主动提分手比较多，90%以上吧，那就是快全部了。第一点就是提分手的那一个人不一定是坏人，第二个是提分手的那一个人一定是比较了解自己的人。
因为提分手的那一个人，他势必是一定看到了你们感情上的一些问题，那那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问题不处理就永远都是问题。所以怎么提分手，我觉得就直接讲我想要跟你分手，然后原因是什么，也不要用讯息说我来跟你分手什么的，那真的也是一个蛮不尊重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遇到的另一半或是另一个恋人，他都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导师，教了你一个新的课题，你一定可以从这个人身上领悟些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后在分手的时候很重要，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谢谢他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就是如果有分手这个念头，我基本上觉得就是会分手，因为你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想把这个观念分享给大家。